有够重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十三恩。哇，一年一度的圣诞夜，看我差不多快塞好了，那就要点这个灯。三、二、一，哇，哟，太美了，太美，太美了！有没有圣诞节的气氛？好啦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次呢，对不对？左边摆一台4RR，那当然还有 RC50 的轮圈，对不对？圣老公公，没错，这看到这样子的摆饰，你大概知道我想要什么吧？既然要求圣诞老公公，怎么可以不准备饼干跟牛奶呢？我听说这是国外习俗，都是这样子嘛。其实这东西好像以前小时候也常见哦。就是像给贡品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等我一下，来，好了，两片饼干，还有牛奶。哎，我必须说，这个车壳配色其实很有圣诞节气氛的。你看，红配绿，一点白，一点黑，真的是。好了，再看明天早上有什么好消息啦。哇，果然有拜有保庇，这次就是大丰收的一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轮圈呢？奇怪，它到底是滚到哪里去了？哎、欸，你是？你在找东西吗？对啊，我是小精灵，我跟你一起去找吧，跟我来。哈？这里没东西啊。耶！哦 ，OK。问这一个金轮圈是你的还是黑轮圈是你的？金轮圈是我掉的。你应该要说黑色的是你的，你要诚实。可是我真的很想要金色的、啊。诚实。OK， 掉的是黑色，可是我真的很想要金色。好，那就两个都给你吧。真的假的？太好了吧！哒啦，就是金色轮圈终于归位了，哇，果然太棒了！看太阳照上去，闪闪发亮的感觉，五告碎，直接来开箱吧！来，先拆这个，哇 ，wheel spacer， 从以前到现在就一直很想要试试看这个 captive wheel spacers 4RR 的。在换轮圈的时候呢，最常遇到什么？遇到你要装进去的时候，你那个 spacer 它里面那个垫片会怎么样？常常自己掉出来，然后又要装回去，然后又把车轮抬起来装半天，真的很麻烦。有这个 captive wheel spacer， 它就可以卡进去，不会掉出来。这个有在自己拆轮胎的话，真的会知道这个有多好用。不然一般其实一般人是用不到了。Anyway， 什么东西？好。哇，看这就知道厉害的东西。哦哦，自己看就知道啦，排气管前段，哇，是 4RR 排气管前段，这东西很赞的。它呢是可以对应原厂管的啦，不错哦。这之后呢，嘿嘿，这个4RR改气化再好好来装上去。放旁边，放旁边。哎，等一下，它怎么没有配尾段？是要之后自己再找的意思吗？好吧，好吧，没关系，先这样。Vortex sprocket， 来来来，哦，没有大很多 ，QT tooth 大一点，到底有没有差异呢？这应该对 4RR 很有帮助啊。之前跑上去的时候啊，就是连六档都用不到的直线，加速再快一点的话、啊，这整个力量发挥刚好一点。
52，虽然没有很大，试试看啦、啊。来，运球。啊，前足脚踏有，这个是啊的。这家的东西，我觉得最好用的就是它有一个可以配合折叠式的脚踏。一般每次在改装 four wheel set 全足脚踏的时候啊，一定都会换成整个固定式的嘛。那固定式的脚踏，说实话，在赛道上骑，虽然稳定性非常够，那安全性也非常够，可是那这配那样的脚踏，在平常路上骑的时候，就是很容易卡脚啊。哦，好，哦，小小包装的。啊 ，Ace Pro， 就我说那个长得跟 GoPro 很像的啊。听别人说他夜拍很强，之后来试试看。哇，花花的包装，这也太花俏了。啊 ，Pocket Traveler Bar Bag， 哇，终于。年底前有这个 bar bag 了，这什么？就是我的手把包啦！来来，老王卖挂一下。对，之后我有影片会专门介绍这个包包。那现在呢？详细资讯你直接上官网去看，虾皮上面资讯也有。没错，为了2024年准备，这个、官网呢网址已经变了，现在换这个 ngu.com。好，一样先放旁边。哇！五告当，哇！是什么？这好像爽蹦还是什么乐器喇叭之类的？哈哈哈 ，Hoverboard， 这是几年前流行玩具。等一下，这要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呢是要搭配 Go Kart 来使用啦。没错，一年一度圣诞节，在这种欢乐佳节的气氛呢，就是要跟我女儿输赢。那这次呢，除了拼二轮之外呢，我要拿四轮来拼。是这样子的，我的朋友之前他在找到一个 Go Kart 组合，是可以配这种 Hoverboard 组合，所以那时候呢，我就跟他一起团购一个整个 Go Kart 的改装组，专门是配了这个 Hoverboard 的。我先拿出来给大家看。啊，就是这个啦，啊 ，Go Kart 的那种组合，我知道市面上有其他的，就是像比较贵那什么 Segway 那一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是比较 generic， 可以配合其实一般的 Hoverboard 的，直接装后面。坦白说，完全没有试过，不知道跑起来会怎么样。但是因为它这个看起来这个尺寸适合小朋友，它还可以伸缩拉长。一般像这种 Hoverboard 啊 ，Oops， 踩上去玩的，一般都是像这样子，它只是玩 Hoverboard 而已。不过这个 attachment 装上去之后，就可以像 Go Kart 一样。好，OK， 它很有趣，它前面的 attachment 看前轮两个碟刹，其实这碟刹很有力耶 ，surprising， 它只是 cable 的碟刹而已，很有力。那这边直接就是控制刹车，那边油门其实就是只是 cable， 然后去故意让这个，因为它是 hoverboard， 刚刚你看我玩，它就是正地往前倾，它会动，往后会往后动，那它就是踩的时候呢，它会拉 cable， 然后去让它往前倾，所以它后面最后多了一个 lever， 那就是你往前压的时候。它会 tilt 你的 hoverboard， 就会往前，往后呢就会往后，太有趣了！而且我的那个身高这样的话拉最长可以。我说实话，当初这个想说要入手的时候，先给我女儿玩了。不过我觉得应该会都是我在玩，
后面还有这个避震，小小的避震系统，就只有后面而已啊。哇，说实话，我不知道它 top speed 多少。Hoverboard 在跑的时候，一般，因为往前倾，你不会倾太多的角度的时候，你可能没有到它最快的速度。但是因为放 Go Kart 之后，你可以拉得很，就是角度拉得很斜，所以它应该可以炸出最快的速度。我现在说最快了，其实这东西也不会太快了。好了，那我也不知道这跟我女儿那个小小的电动摩托车比起来，哪个比较快？等下去就知道了。Let's go。OK。哇哦，很快欸！我接手挑战。我们看谁先到那个白线，然后我们现在先从那个绿色开始啊。不然站好，我们不要太不要那么远了、啊，不要那么远，我们从这边开始。从这边开始，然后看谁先到白线。Al, are you ready? 妹妹，你要讲三二一。哦，好好好。啊！简单嘛！我觉得我起步比你慢一点，可是好，我们再试试，妹妹再试试。好，到妹妹那边过，妹妹你自己选位置。All right, out, go。啊！骑速我可比你快哦！哇哇哇哇！啊，是谁眼镜啊？对，跌掉了啦！妹妹，你的眼镜掉在路上，还是赢了啦！哎呦，哎，你加速比我快，根本就比你快。妹妹眼镜掉了，我帮你戴，我帮你戴，来。好 ，ready， 妹妹你要讲哦。你要记得刹车哦！哦，直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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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赢？妹妹谁赢？谁比较快？姐快一点 ！OK， 二三 ，Go！直线直线草地，哦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我不会让你哦，三二一 go， 哦，哈哈，这么大。哇、哦！这次我赢了。好，我到草地里面。哦，哇，我走不动了。你走动吗？爸爸。哈哈哦。你要上去干嘛？嗯。好。这么转可以吗？你看一下。你转看。要按这两个哦。这个是刹车，这个是油门。OK。好。好可怕。这个很可怕吗？对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骑车比较简单，对不对？嗯。OK, Merry Christmas! Merry Christmas! Merry Christmas, bye bye!